准备开始之前，要先订阅，还有按赞，按小铃铛，按小铃铛，按小铃铛，还有不要忘记按小铃铛。好，这是我的错。所以我不想要你等，等下等到我。姐是不是穿同样的衣服，昨天的没有洗啊。好 ，OK， 这个好笔记，走，我们要走了。然后你有知道吗？你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我懂你不懂。你拍不好，好看吗？现在这个天气。现在这个天气还是可以拍的，可是我是觉得我们先去集合先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Paragon Marketplace。哦，惨了，不走了。哦，要有那个 social distance。哎，要走吗？这边也可以走啊。你是残障人士啊？哦，这里是这样的哦。哇哦。哎，这里可以画壁画，我跟你讲。什么事？登记。Morning。哦，发烧。好，来。你好，我看我360度旋转，有没有？旋转镜头。你拍啊，你拍 video 啊。然后我拍了 video。没有啦，开玩笑啦，随便啦。你帮我拍照，我真的。我拍照，然后你拿住这个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 ，Kim， 你看那边还有人拍吗？10:00，那代表过后我们来拍这个。先跟我讲哦，我现在有发现一个问题，把我拍这里拍外面的吗？现在外面你们锁住了，我们要从那个。不要紧，十一点。我先去拍外面先。为什么？不要。啊，现在还没有人，你可以拍。可是有人也是可以拍的吗？你没有是吧？哦，等一下有人在看。Hello， 姐，今天负责什么？我负责这里，我是从2点到6点。哦，哇哦。都等下咧，我会去小便。好，我们现在是现场到达。耶！